叫你一声爷。什么样的山来，什么样的水，什么样的人来，什么样的鬼，你是我爹的爹，我叫你一声爷。过一年，为财为宝为老婆，多少是多，多少是少，多是多少，少是多少，日子难过还得过，得过且过不算错，命中有起也有落，抬头一笑烟吹过。什么样的山来，什么样的水，什么样的人来，什么样的鬼，你是我爹的爹，我叫龙哥好。朱副官，哎，你厉害呀、啊！原来你就是那个草上飞单恋一枝花啊！啊，我讨厌那个外号。说，到这有什么事？李大帅的意思呢，是想和龙哥还有诸位英雄一起京城合作。怎么合作？宝盒呢，在我们这儿。诸位英雄呢，又有开启宝盒的第二把钥匙。大帅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以和为贵，利益均沾。那我们也不能直接把钥匙交给你吧？我也不是来要钥匙的，我只是来传个话。今天晚上8点，在海河码头的旧仓库里面见面详谈。不知龙哥意下如何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那我告辞了。要是不是他们偷的，晚上见面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有钥匙啊。啊？嗯？我们有钥匙吗？没有吗？有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用假钥匙调包？对呀。将计就计，东豪，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妥吧？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这里是龙哥的地盘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龙哥罩着。我跟你说，在天津卫没有我罩不住的事儿。我想，钥匙是给日本人偷走了。你说现在我们手里是一点筹码都没有，啊，宝盒在大帅手里，钥匙在日本人手里，我们手里有什么？怎么，你怕了？切，你不打听打听，我龙哥有怕的吗？怕过谁？我们赶快找人配把钥匙，今天晚上先到李大帅那里抢盒子，然后再找日本人。拿钥匙。地上宝塔铭。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？谁让你约国栋和他们见面的？哎，这是大帅亲自下的令。行，给我接大帅。大帅好，我是蔡明强。是明强啊。报告大帅，
这暗河的第二把钥匙不在博东恒他们那儿，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偷走了。大帅，既然钥匙已经不在博东恒他们那儿了，那晚上的见面您看？明强，你是真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啊？请大帅明示。哎呀，钥匙在谁手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除了顾小培，其他的人一概各杀无论。大帅。 当时我们说好的，纸谋财不害命，只要拿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你废话了，让他们退出他干嘛？即使是他们肯退出，其他的想得到宝藏的人干嘛？报告大帅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认为不登恒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，我们不能赶尽杀绝。好了，别多说了，怎么做不用你来教我，不要忘记是谁给了你今天。大帅。 大帅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里说话不方便，上屋里吧。让你手下的兄弟们都别乱动。看来。 生死与共的兄弟也不可全信。博东恒终于明白了蔡明强与李大帅的关系。蔡明强的欺骗让大家都很难过。快上！动他妈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 盒子应该在这里吧？朱副官，盒子。钥匙不在你们身上，东西拿回去也没有用。哥，别添乱。 为什么？你有为什么？为了拿到宝藏，咱们大家各为其主吧。这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明强。尤其我不愿意看见你，更不愿意看见明珠受伤害。我会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。哥，你说吧，为什么会怀疑我？再狡猾的狐狸，也总会露出尾巴的。 以前的哥哥不是这样的。顾小姐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。我怀疑我们内部走漏消息的人是蔡明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 恐怕你的兄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咱们这个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。我为了斯蒂文，我哥为了我，你为了诺言和报酬，而明珠为了你，龙哥则是为了宝藏。可是蔡明强呢？他为什么要留在这儿？我们之前去教堂。 遇到美智子的埋伏，你哥被李大帅的人抢了宝盒。这么说，美智子有可能跟李大帅已经联手了。事先知情的，的确明强是可疑的。可那只是我们的猜测。如果美智子已经跟大帅联手了，那为什么美智子还要告诉我们李大帅对宝藏志在必得呢？
你还是不相信蔡明强会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如果能证明蔡明强是无辜的，我愿意亲自向他赔礼道歉。如果你把我当兄弟，如果你把我当好哥哥，你们就应该帮助我拿到宝藏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受到伤害。你欺骗了。 和利用了我们的感情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了你，你会选择帮我还是帮他呢？可是你首先选择的是欺骗和利用。蔡明强，亡我拿你当我的英雄。哥，好了，少说话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他们的人一会儿就到，跟我走。 别动啊！快走，别动啊！老老实实的。废物，太让我失望了，让我失望了。 不把我李某人放在眼里的龙哥有多怪呀？嗯，不像你，我说过你多少次，凡是做大事的，感情最要不得，是不是龙哥？是，是，绝对是，感情啊，是个屁。 大帅，不可以，留着他们还有用呢。好，我暂时给你留点情面。如果再有半点闪失，那责任可就是你的喽。喊愣着干什么？把人带走。进院。 平阳被串刺。等会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我们还是朋友。 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这两句话，深深刻印在每个中国男人的骨子里，永远无法磨灭。你说过，你想把侵略者跟独裁者都赶出中国。 现在我正这么努力着。如何结束？钱，而李大帅是能够结束乱世的人，所以我才答应帮他争取宝藏。你放屁！李大帅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烧杀抢掠。
你靠他救中国，你靠他结束这个乱世，开玩笑吗？你说你这个好哥哥，是他哥哥的错，又不是他的错，喂，赶紧给人道歉。哎呀，我没说你，你知道，我是说你，怎么还说？好了好了，省省力气吧，啊，大家还是想想。 出去，龙哥，你不是说你在天津地面上一跺脚，这天津都得抖三抖吗？对呀，我们就得依靠你了。这么点小事儿，还需要我龙哥出马吗？嘿，我龙哥出马得到关键的时候。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。去去去去，哥哥想当英雄，但要当英雄。 首先，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吧。我不想做英雄，我也不在乎别人眼里我是不是英雄。我只知道，我要竭尽所能的结束中国的腐败，我要把日本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通通赶出中国。但是我这么做，我需要钱。 只要有了钱，我可以买军火；只要有了钱，我可以发军饷；只要有了钱，我可以让我的士兵们每个吃饱饭，无后顾之忧的到战场上去打仗。有钱就能买得到和平与正义吗？东河，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不爱钱。 但如果想结束这个乱世，我们就必须要有钱。别废话了，说吧，什么时候送我上路？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告诉我，钥匙在哪里？我知道。 难道这不是你当初设下的计？是。不过没想到，真的被人偷走了。我肯定在日本人手里。不可能。我很清楚李大帅的个性，他只相信自己，不相信别人。他不可能跟日本人平分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他效力。 哎，小裴，那个博东恒那小子被蔡明强招出去那么久了，会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是啊，米秀，你说他会不会？还能怎么样？大不了你杀了呗。啊？那要是他把他的好兄弟都给杀了，那他妹妹……哎，什么呀？ 小裴，你呢？对解谜有帮助，估计不会有事。明珠呢？是他的妹妹，估计他会向大帅求个情，也不会有事。大胆，你……呸呸呸呸呸！哎呦喂，我怎么着也是一个美籍华人呀。 可是你说你是一个黑帮的老大，你看看人家李大帅，你买你面子吗？他敢把我怎么着？敢！嘿，你以为你有用啊？人家也许现在已经把你的老窝都给你端了。哼，我借他撒旦，他都不敢。去去去去！哎，小裴，你说那个博东恒不会被蔡明强给策反了吧？ 是出卖朋友的人，对。哎，那谁是他的朋友呢？是我们呀，还是蔡明强啊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不会不管咱们的。对，我现在在想啊，那李大帅他跟美智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
这很简单嘛，跟我们一样，既斗争又联合。嗯，终于说了句人话。云强，你和他们谈的怎么样了？钥匙不在他们身上，但留着他们也没什么用了。不，大帅，留着他们还有用得着的地方。有什么用啊？他们全部的线索都掌握在我的手里，除了顾小培以外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。大帅，我跟了您这么久，没求过您任何事，但是我这次求您放了博东恒他们。明强，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。大帅，他们一个是我兄弟，一个是我亲妹妹。兄弟？他真拿你当兄弟吗？好吧，既然你开口求我了，那我就考虑答应留他们一条性命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们是对我有用的人，他们要找到我要的东西，要是找不到，他们全部就得死。大帅，不要再说了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。明强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些年来，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我的属下，我一直拿你，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一样的对待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这次太让我失望了，我受了多少次？我们是干大事情的人，干大事情的人就不能有感情，不能有妇人之仁。大帅，请相信我，一直对您是忠心耿耿的。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早就杀了你了。你还能活到现在，你还能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说话？明强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。大帅，我明白。明白最好。哦，对了，巴登红他们之前在教堂找到的钥匙听说丢了。这钥匙之前一直是在龙哥身上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是他监守自盗的。你应该觉得是谁干的？日本人出现在教堂的后门，很明显他们也是为了抢宝藏而来，也许钥匙就是他们偷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想不通，如果日本人他们想要抢宝藏，为什么不去教堂里面而要守在后门？难道他不怕我们捷足先登吗？那是日本人在保护我们。什么？大帅，您的意思是，你跟日本人勾结了？什么叫勾结啊？多难听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大帅，您说你是在利用日本人，难道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吗？相互利用是双方不够强大的表现。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明目张胆地抢东西，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，所以他们让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日本人毕竟是日本人，大帅，难道您不怕遭骂名吗？明强，我知道你恨日本人，我也恨呢。可是我们要尽快地找出宝藏，找出宝藏才有对付日本人的资本。明强，该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，接下来你做的事情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该怎么做，你应该知道。大帅放心，我会尽快找到钥匙的。好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，大帅。去吧。
我们大帅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米少，你见那个死大帅干什么呀？我也去。你去干嘛去啊？我也要去。去，你哥哥是这里最大的内奸，你不能去。你，哎，你们三个都去了，我干嘛呀？去。我去哪儿啊？那边。嘿，报告。什么事？康明有人想见大帅。哦。开门。哎，是你想见大帅？我知道钥匙是被谁偷的。你说。我大帅，顾小培他说想告诉您钥匙的下落。啊，你下去吧。是。钥匙在哪里啊？在我手里。据我所知，不是钥匙已经被人偷走了吗？我要见教授，见到教授我再告诉你。教授不在我这儿。可是那张照片。啊。几个月前，教授还在我这儿做过客，可是现在不在我这儿。他逃跑了。可以这么说。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吧？其实整件事情只是我们设的一个局。龙哥手里的钥匙本来就是假的，他假装钥匙被偷，我们互相怀疑猜忌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内奸。顾小姐，你这么说，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手里的钥匙是真的呢？你把盒子给我，我可以马上证明给你看。大帅难道还怕我一个人抢了盒子跑掉？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，我哥哥他们还在你手上，我是不会扔下他们不管的。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这把钥匙确实是真的。顾小姐，果然出手不凡啊！来，把钥匙给我吧。放我们走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啊？去了那么长时间啊！哎，米歇尔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他可是我唯一的亲人呀。哎，二位，他们俩会不会把我们扔在这儿自己跑了？米歇尔不会扔下我的，东哥不可能。我确实没有资格跟大帅谈条件，不过我可以毁了这把钥匙，你就永远也别想找到宝藏。您请。到。法人。是。蔡明强，哎，我妹妹呢？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敢把她怎么样，我就跟你们没完。行了，你给我安静点，要不然什么人都见不到。
跟我走。走吧。走。小裴，盒子里面东西我已经拿出来了。万万使不得！如果不用钥匙，强行打开这宝盒，里面东西会自行毁灭的。哼，谁也别想耍我！不得很不行，龙哥更不行。大帅，你息怒，别气坏身子。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，龙哥这帮人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、地痞流氓，他算个屁呀！大帅，天津现在是外国人的天下。各方势力错综复杂，这龙哥能够站得住脚，肯定背景不简单。龙哥的底细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的后台不过是法国人，就算他有更大的后台，那又怎么样？难道我怕他不成？哼！大帅，您放心。俗话说得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要不，这事儿您交给我办吧。哼，交给你办，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不过，你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。你办完这件事以后，早日回去跟他们团聚。派你去天津办点事情啊。是。放心，我会尽快回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知道。孩子快要出生了，你要多久才能回来啊？这快的话几天，慢的话几个月。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多加小心。我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能够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你要多吃点，为了孩子，你得多吃点。你也吃。嗯。大帅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找到宝藏的。进来。仇人吗？见面非得斗个你死我活吗？东哥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你们俩。明珠，
就算他不当我是兄弟，我还是会当他是兄弟的。而且我想跟你说，其实今天他可以把我们全部的人都杀了，但是他没有，所以我觉得。 他有一些难言之隐。真的吗？我还会骗你吗？博东恒这时非常痛苦，当然，他也不相信蔡明强会当汉奸，他觉得。 蔡明强依附李大帅曲线救国，实在是荒唐。蔡明强成为自己的对手，对于蔡明珠来说，真是个痛苦的选择。这对博东恒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呢？我现在觉得，博东恒都不可信。 你是怀疑蔡明强今天把他叫出去有什么密谋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蔡明强是博东恒他哥们儿，然后蔡明强又是蔡明珠他哥哥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正因为我们和博东恒的关系，今天他才跟李大帅求情，没有杀我们的。小贝，你听我说啊，蔡明强因为博东恒的关系没有杀我们。 如果博东恒是蔡明强的话呢？他同样不会杀蔡明强，所以，我们现在必须踢掉博东恒，这样我们做事才不会束手束脚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相信博东恒，他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。不是，小裴，我累了。你听，我睡觉了。不是，小裴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小裴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小裴，明轩，你为什么老护着博东恒？ 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有什么不对啊？没什么不对啊，但是我有点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你是不是爱上博东恒了？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他？你真没爱上他？没有啦。你真没爱上他？ 这酒可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。当你不想喝醉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就醉了；可当你想喝醉的时候，却是越喝越清醒。 谢谢啊，谢什么？谢你选择继续帮我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别人骗我，所以我希望你没有骗过我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也骗了你？ 我们今天。
只喝酒。好，今天就喝酒，不谈这些。经过了太多的事，今晚顾小培和博东恒喝的酒别有一番滋味，这真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做人难，难做人，但寻找宝藏还要进行下去，因为理想和感情本身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情侣。解除东哥的防备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大清早你嚷什么呀？你老实交代，你们俩昨天是不是一块喝酒了？为什么不在我清醒的时候非礼我？我是不会拒绝的。你说什么呢，博东河？再说一遍！救命啊！非礼啊！再说一遍！救命啊！非礼啊！救命啊！春天悄悄到来，融化那片洁白，留住所有的爱。你还在不在？又是一年梨花开，花开的像海，我们是那顽皮的小孩。成一所青苔，把思念全部掩埋。
化成一所青苔，把